你赶紧出去吧，祝你。爸爸，你终于回来了，等你好久好久了。怎么了，妈呢？妈妈去学校生病了，吃早饭就不生病了，吃了一天了。中午怎么吃的？爷爷接我的。躺了一天啊？嗯。那你一天在干嘛？我早上写功课啊。我中午可怜的都在奶奶家睡。这是啥？我打不开。这是书啊。把我书看完了，看的都是旧书。大侦探福尔摩比。这都认识啊？这么难字的字你都认识啊？肯定的。晚上没吃吧？对呀、啊，我今天晚上没吃啊。等下爸点外卖啊。妈妈还没吃的。好像给妈妈点一份凉皮，妈妈喜欢吃凉皮。不对，她生病了，给她点一个八宝粥。我们又挖不到真相。给喵喵谁吃了一半？我刚刚先饿了，现在还没吃饱呢。给妈妈蹭了个水壶。你赶紧出去吧。就是枪形状的，我然后贴在头上的。嗯。小妹子，小妹，我吃小糖，哈哈哈！外卖来了，好吃，好吃。